韩国超红的女子团体少女时代在台湾也出现了疑似的山寨版，而且呢竟然是有两组超像的 MV 在网络上流传。原来这是辅仁大学大传系有一个班级，他们要拍摄学校的作业，那么被教授指定要拍摄少女时代的主打歌之一。辅大大传系这两组的学生，他们所拍摄的跟原版的 MV 差不多，从这个跳舞布景到拍摄全包办，影片在网络上爆红。韩国偶像团体少女时代的知名 MV 出现大学生 PK 版。但右边是谁、啊？而且右边的右腿比较粗、欸。好犀利！右边是什么团体吗？是黑板飞出来的，这个也还蛮像的啊。就是这个画面让眼睛超尖的女大学生也佩服，不止场景相似度高的吓人，服装和舞步也紧追正版 MV。挑战韩国少女天团，这支影片在网络上也很夯。其实他们都是辅大大传系学生的期中作业。指导老师透露，胡子组的导演是双鱼座，小天组是处女座。MV 走不同风格，但在网络上的吸睛程度都不输正版明星光环。所以可以打几分啊？九十几哦，有九十几哦，真的还蛮厉害的。看过的人评价似乎都不错，学生作业对上专业音乐录影带 PK 成功。中天新闻黄明君、范新瑜台北采访报道。